其实说，其实就是我不想在直播间证明这些东西，别哭了，别哭了，说我很想你，很喜欢你这些，哭了，别哭了，但是我私下我怎么跟你说，你都知道的。就是反正也就剩两天的事，反正也就剩两天。开心，别哭了，要开心。反正也就剩两天的时间了，哭了，别哭了，马上就见了呀，所以我这几天我要马上把病养好，不然两天之后我还生着病的传染给你就不好了。哎呀，我今天真没想哭的，别哭了，老婆。今天真没想哭的，老婆，你看。